在过年啊嘛，代表着无国家当着时，为着促销冬季水果，高雄乡公所预计伫正月十六办理无国家节。东港有拍卡上好礼以及提发票换春联、订好康活动，欢迎民众到时前来参与。木果柑因为圆滚滚的外形和色泽，加上产季也伫过年前后，所以当讲是年节上礼的首选。而即摆高雄公所为着要营销冬季的木果，将在正月十六号举办木果柑节。馆长陈信廷强调，虽然今年雨水少，影响到产量，不过向来的木果品质同款的维持。咱的产量有四百几万公斤。阮种的是220几公斤安尼吼，真正这产量今年较少，爱买的人哦，爱尽量赶紧安尼吼，因为这木果是咱过年送礼，搁红搁好搁好食的物件呢吼。古坑肉骨干，真感谢，这摆的木果柑节是以竹柑甜为活动主题来促销。今日公所也伫高雄幼儿园举办宣传记者会，气氛闹热，同时也向乡亲宣布木果柑节冬季的贺康活动。捐发票吼，一张就使吼，就当就这个咱送这个木果柑口味的迄个爆米花。或者是书法大师刘真哈，一挂挥毫书法家哈，现场挥毫的春联祝福啦哈，嘛有精彩的表演团体来做表演哈。高雄乡内种植木果柑的面积大约是210公顷左右，加上地理环境的因素，品质真好。伊昆林县政府今仔日又来到记者会现场来替农民促销，阿叔更表示讲的北上上电视台将这份好滋味送往全国。就拄啊，副馆长后来向各位来做说明，就是咱十号的时阵会来立法院，十三号的时阵咱阁会来去就是咱的电视。来做相关的这个电视购物上的一个行销啊，所以讲包括进行咱外销的部分啊，咱即马话要透过团购的部分来做相关的进行，所以到目前为止咱的销售台湾短几工啊咱应该上无团体的订的部分已经超过2000箱了吼。时到十六号，木果柑节将会伫高雄历史隧道中央的草坪闹者展开。不管是要来买木果柑，或者是要来佚佗的民众，就要把握机会咯。记者陈国华报道。